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方了，都准备好，记清楚这两个点，还有两个机组。报告，凤凰极地，是吧？有陷阱，任务取消，择机再定。 当时中统、军统都想在警察的系统内部安插自己的人，看中谁就找谁谈话。我吧，当时是被中统瞧上的，所以人家就隆重的找我谈了一次话。我说这机会不错呀，咱也可以打入中统内部了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找了我的组织，进行了一个及时并且详实的汇报。 但组织上没有接到你的汇报，是，因为老罗同志当时不在北平，所以我找的是我的主管副组长，姓向，向青山同志。我找他汇报。青山同志说了，说你啊，就是努力完成警察系统内部的情报工作就得了，啊，中统那条线有咱同志跟着呢，咱们不要交叉工作，所以我服从组织安排，中统这茬咱就没接着。但是。 人家为了提前了解我，你跟我谈话总得准备资料是吧？人做了一份档案，这怎么了？老罗回到北平的时候，向青山同志已经牺牲了。向青山同志应该在牺牲之前已经向老罗做了汇报，可是他并没有。所以关于你向上级汇报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证明。还有，这个签名，你怎么解释？ 这说明你同意了他们吸纳你为中统的情报员。这胡说八道，这不是我签的。郑朝阳，否认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请了笔迹专家验证过了，那个就是你的亲笔签名。不可能，我没签过这份文件。郑朝阳，我们知道你是老地下了，但我们干情报保卫工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以为我们是第一天才调查你吗？工作站被破获的时候，你是怎么逃走的？宗向芳说是因为和你的兄弟情谊才报信。 我们俩同学，但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宗向芳平时的为人就是明哲保身，烟酒不沾，不赌不嫖，不和任何人来往。和你的接触也并不多，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出宗向芳有什么问题，但简单的一句兄弟情并没有说服力。你利用显灯魁的势力逃脱追捕，出了城却遭到了保密局的追杀，保密局能准确地掌握你行动的时间跟路线，可能是显灯魁告的密。这个事儿我们还在查。 显灯魁想让你死，他为什么不在城里杀掉你，一了百了，却煞费诸张的把你送出城，再利用军统干掉你呢？他怕什么？如果你是中统，那么这个解释就合理了，因为军统跟中统之间的厮杀，有的时候比对付我们更残酷。还有，杨凤刚为什么不杀你？你说的帮里的那两个孩子，我们没有找到，那是因为你们没认真去找。 你和显一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多久了？我跟显一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了？你第一次遇到段飞鹏的时候，身上中了很多刀，但你却毫发无损，而席拉拉差点送了命，这些又怎么解释？你这菜做的不错，但是我没想到做这么好。 你在保定那段是不是专门学过什么厨艺啊？这女人嘛，不比你们男人。洗衣做饭针线活差了哪样都不成。我七八岁开始就学这学那了。我就想呀，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得准备很长时间，不是？可有时候即便准备了，很多事儿还是不能自己做主。
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善于抓住机会，把它变成美好的未来。朝阳他要真的是特务了，那会被枪毙吗？我相信他不是特务，这一定是一个误会，早晚会查出真相的。退一步说，他即便是特务，只要主动交代，态度良好，共产党不会斩截杀绝的。你没看见吗？咱们派出所门口天天那么多特务排队缴枪自首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回事出了以后，他也不会再得到信任了，他也就踏实了，我们也省得天天为他操心了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我先去给他送去吧，一会儿都凉了，那地方肯定没什么吃的。五哥，你说有一天咱们会离开北平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好，走了，不用等我。怎么能让您进来？我好歹也是对你们局有过贡献的人，你们楼局长特批让我把这盒红烧肉送进来，还热着呢，赶紧吃吧。哎呦，是您做的？哪儿啊？你嫂子。嫂子那儿没事吧？你们婚礼让我给搅和成这样，生气了吗？只要你好好的，我没事，放心吧。婚礼上被当场带走，还说没事，我们怎么能放心？罗局长来看过你吗？忙的还没时间看吧。他现在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？我不知道啊，还没来呢。白灵呢？那天在婚礼上你被带走的时候，我能看出来他事先知道这事，他都没告诉你一声。那他现在是什么态度？朝阳，他们怎么能怀疑你是特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有证据吗？有吧，就是说不清楚，反正具体情况呢，等这事儿过去我跟您讲。能过去吗？能吧。你想过没有，要是真的过不去，你被定性成特务，那会怎么样？好，就算你说的那样，能过去。但你毕竟有了污点，就算这次过去了，那还有下次呢。
算了，我不该说这些，你再吃点吧。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，在莱比锡教区有一个年轻的神父，跟你年龄差不多，大家都特别喜欢他。有一天突然有人说看见他对教区里的小男孩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他是冤枉的。后来证明他确实是冤枉的，但打那以后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。一个大男人面对着周围的压力，眼瞅着就投了降。他倒是撑了一阵子，可到后来还是离开了。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知道。上天保佑啊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事能过去，过去以后你真得好好想想今后这条路是不是还要继续走下去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逃出来以后走了很远，发现迷路了。我一不小心脚一滑，差点摔下山崖。那山崖真的特别特别特别高，常大哥在电光火石之间瞬间抓住了我的手。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刻，杨凤刚突然出现，带了一群人，拿了十几把枪，在山下对着我们。常大哥镇定自若，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我们的革命事业终将会取得胜利。没错，我就是郑大哥的兄弟，好兄弟，过命的交情，抹脖子的交情。要是谁说郑大哥是特务，那谁就是特务。这是干嘛呀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拽我自己走。那这段时间郑朝阳的情况你并不清楚了？我不清楚，但有人清楚，罗局长知道。罗局长是郑朝阳的直接领导，也是我的领导。军统和中统当初在警察系统内都安插自己的人，你们在警校的时候就没察觉吗？摸着良心说，我真不知道。至于说怎么送郑同志出的城，这事儿还得慢慢说起。杨凤刚为什么不杀郑朝阳？你说的那两个小孩，我们到当地村子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。肯定是你们没有认真找。我看是你在说瞎话吧，一个帮会子女什么实话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松开，放开我！你们没证据就敢乱抓人，我要找你们领导，我要上告！哎，放开！哎，别关门！放我出去！凭什么抓我？你们抓他干什么呀？跟他也没关系。朝阳大哥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他们找我，问我杨凤刚为什么放了你，我把他们桌子给掀了。哎，瞎闹什么呀？跟你也没关系。朝阳大哥，真好，咱们又一起共患难了，这都第二次了，我好开心啊！我真的很开心。白姐，还没回去呢。白姐，我就跟你直说吧，你和大哥都是西柏坡过来的，
你能不能帮他说几句好话呀？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虽然我和郑组长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对他的为人还是有了解的。不过组织上对他的审查也是正当的，不光是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随时接受组织的审查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以前有多少功劳，出了问题就要讲清楚啊！只有把真相说清楚了，才是对我们的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这是原则。不是白姐，回去以后你好好想一想，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随时向我汇报。记住，不要有情绪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这种人，只有责任，没有情分。就是嘛，就不能给句痛快话，在那儿像个老太太似的磨叨磨叨，说这些有啥用啊？老太太，你白老太太。哎，行了啊，老总，哎，先回去了啊。你等等，我还没完事呢。哎呀，快，等等等等等。哎，谁呀？谁在那儿呢？说话。哪有人啊？是我。哎，哪儿来这么大烟呢？去看去。这边。现场完全被破坏。二哥，这位就是电车厂的周厂长。哎呦，您好您好您好。损失大吗？100多间房子，几十辆电车全完了，您说这可怎么得了啊？昨天晚上谁值班？昨天晚上值班的一共4个人，前面2个后面2个，现在都在值班室等候处理呢。赶紧封锁现场，带我去值班室。来，同志们，封锁现场，保护现场，无关人员先出去。怎么办呀？我们会不会蹲监狱啊？你们都别多想了，相信政府一定会解决这件事情的。哎，郝组长，你也在。哎，厂长，正好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就是那个女鬼放的火。女鬼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女鬼。我们俩看得清清楚楚，叫蓝哥哥，就是女鬼。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！行，好好跟我说说这女鬼。侯组长，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种事儿，上下一身红，那脸白的跟新刷的墙皮似的，那嘴里全是血呀，就在那看着我们笑。你说那铁栅栏，连狗都钻不过去。他怎么就在那儿呢？当时呀，他嗖一下就进来了，就在那半空中飘着，嘴里还念着：“
我冤呐，我冤呐！当时我们的魂儿都给吓没了。我在这个库房出来，小姐就眨眼的功夫，哎，他就愣窜到我前头去了。你说人哪有跑那么快的？闹什么鬼啊？就是贝子家丢了的那个小姑娘，那慧兰，大家都叫她兰格格。她的尸体从电车厂后院挖出来了，所以就闹了鬼了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是唯物主义者，怎么能够相信这些怪力乱神？我们也不信，但是电车厂的工作人员相信，他们觉得兰格格的坟被移动了，所以呢，这就像在阴间房子被拆了一样，兰格格就出来放火报复。荒唐！说说你们的勘查结果。现场一共发现了3处中心燃点，都在靠近西北方向的那几间厂房。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处浴盆大小的黑色焦块，水泥地面都被烧得裂开了，与别处的地面明显不同。其次呢，那三处都是用于存放润滑油、木料、回丝等易燃杂物的地方，火一燃起，立即形成巨大的火源。第三点，当天晚上正值刮大风，所以火势迅速蔓延至别处，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火灾。鉴于这三点情况，初步可以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具体准备的纵火案。我们对电车厂进行了一次大的排查，您看看，这电车厂啊，人员结构非常复杂。该厂在解放前啊，参加敌特组织、国民党还有政治上不清白分子共21人。其中啊，13人参加国民党，3人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，2人参加过军统，2人当过汉奸，还有其中1个人是一贯道的小头目。北平解放后，其中4人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，2个人已经病亡，1个人已经离开了电车厂回家养老，剩下的14人在北平解放时均已向人民政府登记过。真是庙小妖风大，甭管是妖是鬼，10天之内，统统给我打出原形。关键是库房的门锁并没有损坏的痕迹，门窗也没有破坏，那这个纵火者是怎么进去的？这是关键。这仓库的锁啊是德国制造的，从钢材到构造是非常坚固的。库房的门上只有一把钥匙，在厂长本人的身上。案发当晚，厂长在家一直就没有出过门，也没和外人接触过。那会不会是有人偷偷配了钥匙呢？如果要用配的钥匙开锁的话，需要从里面把这门锁上。我们还真的做了试验，根本够不着，所以可以排除是配的钥匙开锁的可能。这耿三儿啊，我特别了解，因为他跟我就住街坊。这个人啊，特别轴，轴到连瞎话都不会说的程度。他可是赌咒发誓跟我说他看见这女鬼了，而且当时离他们特别近。你们看啊，我大致呢画了一下，从这个仓库的栅栏门啊到这个着火点，就是女鬼站的位置是25米，仓库栅栏门到库房15米，库房到这个院的入口大门这儿是50米。所以说这事儿邪性，邪性在哪儿呢？就是耿三儿他们啊，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，同时在这3个地方看见了女鬼。多爷，我觉得咱们先别定性为是女鬼。同意。那我怎么称呼这位啊？小姑娘，您见过那个又会上天又会入地又会穿墙又会喷火的小姑娘吗？反正我活那么大岁数，我是没见过。这个脚印儿是在哪儿发现的？在后院的院门口发现的，我们也去检查了啊。在这个脚印的旁边是一堵墙，墙上有一个缺口，平时是用铁丝网堵上的。那从外面是看不出来，但是这个铁丝网啊已经腐蚀得很厉害了，所以知道这处缺口的应该就是电车厂的内部职工，从这个缺口跳下来留下的这个脚印。这脚印我仔细看过，是一双3节头皮鞋，而且这双鞋啊8成新。3节头皮鞋？电车厂谁穿这种鞋啊？这鞋不便宜。我问了，除了电车厂的厂长和几个技术员之外，据会计王一本说呀，还有一个外号叫路路通的维修工，他穿这种鞋。那赶紧查找路路通啊。我查了，这路路通请假回老家了。老家哪儿？张家口。
大哥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出去以后呢，还是要继续当记者。公安局我是进不来了，新政府嘛，有自己的章程，我理解。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啊。大公报那个蓝主编，就是那个蓝胖子，他跟我说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当记者就和当侦探那是一样一样的，你得从最细微的蛛丝马迹去发现问题，当然也要学会夹走偏锋，你要从别人发现不了的角度去发现问题。凭什么你有独家报道呢？当记者主要就要学会四个字儿：围追狠毒。你要站得稳，看得准，下手狠，眼光独到。眼光独到，独是独特的独，要学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还要学会联想。我来考你一下啊，你看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啊哈哈，你说这是一个月亮啊，可以。你说这是个烧饼，也没问题。我们经常被我们的眼睛所蒙蔽。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，我们一定学会的就是，哎，突破。你别看这个蓝胖子虽然是文人圈里的混混，还真是有想法呢。心怡，干嘛？过堂啊？过什么堂啊？放你回家，出来。那朝阳大哥呢？他的事还没完呢。那我也不走。你以为这是哪儿？你说不走就不走，带出来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这出去，别喊我，放开我！朝阳大哥，松开我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小鱼，别闹了，家走吧。大哥，我知道了，你等我回去找我爸，就算把北平城翻过来，也一定把陷害你的人找出来。你千千万万别告诉你爸，听见了吗？你放心吧。这姑娘对您还真不错。想什么呢？哎，问你一下，这个昨天出什么事儿了？电车厂着大火，烧了好几十辆电车呢，房子烧塌了一大片。火灾原因是什么？人为纵火呀，还是特务破坏啊？好像不是。听说是女鬼放的火。女鬼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清楚，都这么说，好多让他们正在查呢。帮我忙请一下白组长，我要见他。打开吧。我要单独跟他说点事儿。是。被子够厚吗？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？睡得好不好？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？他们给你吃的东西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？要是有什么需要，你告诉我。我一直在说我的需要，我问的是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，你聋了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参加西郊电车厂火灾的调查，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？你现在还不能出去。什么时候让我出去？等你把你的问题……我没有问题，你让我编吗？正常，你是老党员了。你应该知道组织对你的调查也是考验。我随时愿意接受组织的调查和考验，但不是这种，这摆明就是诬陷，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。革命就是过山过坎，没听说革命需要过被诬陷的坎儿，你们家定的呀？真让我说中了，果然
查完我哥就查我，而你不地道。咱不说好了吗？查我之前您跟我言语一声啊。打过仗吗？上过战场吗？你知道我们战场最依靠的人是什么吗？自己的兄弟和战友。因为我只管往前冲，我的背后都交给他们，也就是我把我的命交给他们。但是你知道在战场上最怕的几种人是什么吗？是逃兵。但是比逃兵还可怕的是在你背后放冷枪的人。你觉得是我在背后放冷枪？您把一个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全心全意一心扑在革命上，满心赤诚的同志放到这个破屋子里边关着，你觉得你是什么？你觉得你不是放冷枪的人是吗？白灵，从今以后你不是我的同志，我羞于叫你同志这两个字。白灵，如果有一天我能从这屋出去，如果我还能看着你，如果我有幸还能跟您在一个单位共事，您一定是我需要防着的人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是私生子，就因为我妈妈在老爷的厂里做工，他们就说我是老爷的孩子。他们说我妈妈不要脸，说她很脏。后来有一天，妈妈给我做了鱼，给我穿了新衣裳，给我扎了两个小辫儿。我觉得那天就像过年一样。妈妈说，她出去有一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可是她再也没有。想自杀了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鱼。原本你的调查组只有两个人，江初和侯初，是我主动申请加入的，因为我知道被人诬陷的感受，因为我想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因为我想证明你的清白。睡得好不好？有什么需要？
这茶太淡了吧？淡有淡的味道。出事儿了，你男人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绕弯子了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郑朝山，他是特务。是中统还是军统？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新婚之夜，他知道你吗？应该不知道。我用的是一个丫头的身份，这个身份是真实的，不会出岔子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觉得挺可笑的，这是命吗？其实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办，干掉他，离开北平。可他已经是我男人，可他随时都可能要你的命。他是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吗？如果他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靠近你？他的企图是什么？如果他不知道，那么有一天他要是暴露，你也一样是死。进来，二位首长，需要把饭给您二位打来吗？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去。老胡啊，出去活动活动。好嘞。